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表妹。今天我们来玩一个只有十滴血的好酷，嘿嘿，总算不是一滴血了。十滴血对表妹来说三三水啦。这里有菜鸟、简单、普通、困难、地狱、噩梦，还有梦魇，听起来还挺恐怖的。先来测试一下十滴血从东道掉下来会死。一滴血是两格，就从第三格开始摔。哎呦，一下没了半血呢，那就是第四格开始摔就会死翘翘了。果然呀，可疼可疼了，我要保护好自己，搭上我的小山车出发，我小鱼儿来征服你们啦。第一关菜鸟，简简单单的一格跳，表妹可是稳稳的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哎，变两格了，还想偷梁换柱，才不会被你骗了。吃到星星了，这才要原路返回呢，不然直接跳下去又挂了。第二关普通，还有个岩浆陷阱，直接跳过去。爬爬慢腾，切换背视角，又快又准，左右左右蹭一蹭。之后就是两级跳啦，后退冲刺，后退冲刺，不急不急，还多一颗仙人掌，问题不大。我跳中间，万兔碎凤，哇、哦，全都是空心十字架，哎，又变形状了。这次谁要行风快？侧边边跳就没得问题啦。这跑道可真长呀，仙人掌也要小心避过。吃到小星星了，第三关普通，直接从出生点 go go go。跑道上还有一条若隐若现的传送带，不知道通向哪里，不过很快就会过去啦。荧光石块中间是空心的呢，不仔细看都看不出来。一二一，一二一，一格一格跳最保险了，这都杂草丛生了，要是有铲子就给你们理理发了，还挺挡视线的。哇塞，猝不及防给我一塞子，准备起跳又给吓回来，还好它只喷中间，我跳边边总行了吧。到这里就要看准它收回的瞬间马上跳过去，好险好险。哎呦，还有呢，走一走，停一停，还是不能幸免呢。哼，我又回来了，这次可别想再坑我了。跑跑跳，跑跑跳，啷里个啷。这里可要谨慎点了，空中二段跳，我可是在这吃了不少亏。一咻，离成功又近了一步，顺着树叶走过来，原来小星星藏在这里，带走了。第四关困难，哎，被传送到了乱石堆，这得死多少次呀？看着就很难，试试就试试。收缩石块，只要马上跳到静止的那块就行了。下一个需要向前向上跳，嘿，后面的只要稳稳落到中间。果然很不容易，我又回来了，又失败了，再来一次还是失败了。我小表妹也是有脾气的，这绝对是最后一次了。我跳，我跳，我跳，总算走远了一丢丢，没有存档点真讨厌，每一步都要很小心的。加油加油，奥利给！硫磺金沙要小心不要被弹飞了，走旁边跳。上来还看到了好多滴刺。我的乖乖，我可只有十滴血呀，只能小心不要碰到了。哇、哦，好险好险，先存个档。这怎么跳呀？杂乱无序的方块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太着急了，抬头一望，这也太难了吧，我肯定过不去了，拜拜就拜拜。哎，小星星怎么在这里？难道爬上去没用？哈哈，我真是太幸运了，走了。第五关地狱，肯定是要去地下世界了，原来传送门藏这里了。是从这里开始吧，那只要避开岩浆就好了。一个两个三个，传送方块要按住潜行慢慢绕回来。我现在只有十滴血，可不能被岩浆的焰气灼烧到。我跳，我再跳，哎呦，跳晚了，我又回来了。接下来的几次我只要一跳就挂，一跳就挂，根本没法跳嘛。好不容易走过来了，上来又埋伏着激光，我太难了。哼，我用迷你币，趁着护盾还在赶紧冲，不用担心被烫到的感觉真好。哎呦，什么马这么暗还挖坑？对了，用卫生贴呀，有100滴血呢。天呀，卫生贴的钢铁都被融化了。再试试泡泡糖，左右两边居然有空气墙。再见，不对，是再也不见。地狱真的太恐怖了，还是来试试下一个吧。噩梦梦魇好像只有一条路，这里没跑到，不过箱子里有氧气背包，还有火箭。肯定是要去太空跑了。哇塞，这么多激光，我100滴血都不够用呀，我现在回去还来得及吗？开头就让我隔空二段跳，这都还好，后面就把我难倒了。一边是激光，一边是三格距离的旋转楼梯，太打击人了，表妹要回家偷偷练习了，拜拜。